人就要来了，你怎么还不打扫房间啊？别着急，我让孩子们打扫呢。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把房间打扫干净。那你也不能看电视啊。你让我做什么？先把茶和杯子放好，然后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。太热了，我还是先把空调打开吧。客人就要来了，你怎么还不打扫房间啊？别着急，我让孩子们打扫呢。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把房间收拾干净。那你也不能看电视啊。你让我做什么？先把茶和杯子放好，然后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。太热了，我还是先把空调打开吧。